49岁嘅刘海威虽然近年重点在国内发展，但亦都不时返香港探望亲戚朋友。日前他就同他同期艺员训练班的好友一同聚旧兼食饭，相中可见刘海威穿着灰色卫衣，还戴埋红色 cap 帽。虽然穿着啲衫就比较臃肿，但亦都无损刘海威个靓仔样。骤眼一望，佢依家个样就保养得宜，同佢后生时候嘅颜值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认真犀利。不过同人就唔同命，同刘海威同期训练班出身嘅陈燕恒就有所唔同啦。眼见相中嘅佢发福唔少，不过除此之外就冇乜太大嘅改变，笑容灿烂之余，面色都非常唔错。正所谓有人欢喜有人愁，当他们在这一面开开心心同朋友聚首一堂的时候，另一面上就有人满面憔悴。近日前港姐冠军冯盈盈就在社交网铺出她上学期的成绩，见她两科都攞 A 减，连 GPA 都有 3.7， 但她就好谦虚地留言话，结果中规中矩，仲有进步的空间。其实早前他就被人影到在拍剧的休息期间，亦都不忘在片场度温书，努力不懈，攞到咁好的成绩，都仲系咁谦卑。不愧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前港姐冠军啊！